退后，退后，你们再退后，再退，再退，这边都太近了，我没骗你，我没有骗你，再退后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再退后。危险嘛？我就跟你讲，我已经爬起来啊，爬起来稍微就那爆炸的啊，我都这边尔呢。大概是10:50左右哈，我们在卫武营啊，就是我们捷运局的这个下包商哈，他们在开挖卫武营工地的地下道的时候呢，又有传出一个爆炸。那这个爆炸现在我们初步的了解，就是第一个承包商呢，他没有挖到石化管线，所以我们初步的了解，再加上消防局的同仁啊，刚刚的一个简单的报告。认为是原来的残余的苯，不是丙烯，跟我们原来现在在进行，我们的石化气爆灾区的工程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可能是残余的苯发生爆炸，所以有一个工人重伤，那一个工程师轻伤，现在都送医治疗当中。那现在就我了解，就是中油公司的第一手回报。他们认为呢，他们的苯在上一次呢就已经把它抽除清除了，所以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残余的苯的部分的话，未来我们的消防局还有捷运局的调查单位会调查清楚。那我要补充说明的部分就是说，自从啊我们的石化气爆发生之后，高雄市政府呢已经把原来在石化气爆灾区的3条管线全部断管作业，这个都知道。另外，在石化气爆灾区的这个部分，也是有另外3条管线。我们的公务局已经行文要求中油，如果没有来报告清楚这个石化管线里面输送的是否是石化气体的话，一律要做断管作业。那请他们说明清楚。但是呢，中油公司第一手回应告诉我们说，要由中油公司的总公司才能做回应，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奈。所以呢。公务局又再次发文要求他们5天内如果没有答复的话，我们就要断管。所以这次的事件呢，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全面清除的作业当中，如果中油公司，也就是20-30年前买管的主要的公司，没有办法面对高雄市这么强大压力做出任何回应，以及做好安全处理的话，我们会依照第一个石油管理法、能源法，还有我们的行政程序法，采取比较断然的处置措施，也就是可能要处理封管或者断管作业。